嗨，大家好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有辆 BMW F30，装了这个10寸的 Android 机，所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最新的 UI 啦。你看有很多很多功能，所以这个呢就是原车系统，它可以用回 controller 的。OK，然后如果要回去呢，就点一下那个屏幕就回去了。然后除了这之外，你可以看这个仪表，换颜色。OK，然后除了这个，你也是有那个 apps，你可以下载你的 YouTube 啊。Netflix 啊，Spotify 啊，等等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你这辆车呢，也可以加这个倒车摄像头，看一下，它就很轻咯。就是说这样子 parking 的时候会对你来说很方便。除了 Android 系统之外，我们的唱机也是有 built-in Apple CarPlay。Apple CarPlay 呢，可以接你的电话。所以好像我现在要回家，就点这边，然后我不需要打地址，我直接按电话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OK，除了这之外呢，你也可以听歌，这里点一下都就可以，然后在你地方点一下都可以。